这几天最新的民调出炉了，在六都之中，柯市长满意度最低，不满意度最高，民调垫底。那柯市长先是说啊，我们台北市民要求太高，接着就今生不语，默认了。柯市长现在的心态就是，我就烂。面对任何的缺失指责，柯市长的心态就是笑骂由人，你奈我何？就是我就烂，你要怎样？所以呢，内科塞车、人口流失、民调垫底，因为我就烂。大巨蛋施工自由发挥，社子岛开发自生自灭，五万户公宅自动跳票，反正我就烂，就摆烂。所以我今天特别准备了一件柯市长的我就烂 T 恤，要送给柯市长穿在身上，随时自我反省，提醒柯市长，市民选你当市长了，在任期内你不该烂，不能烂，不准烂。当然了，九个月后你卸任了，那你就摆烂吧，爱怎么烂你就烂。那个多送一件啊，让你换洗啊。梦梦水独家配方起入入睡关键，舒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，让你身心达到放松。当中有传声调节情绪，增强抗压能力，还有德国洋甘菊萃取物可以疏解焦虑，帮助睡眠。睡前的30分钟来一包梦梦水，白桃风味，酸甜好喝。